间28号的房间，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海岸线，一夜就房子也就一晃就是20年，只有饱尝受香烟一些老烟，我终于爱上这一场无人线，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年，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，有些愿望希望实现在歌声之里，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，保佑我巷口那间28号的房间，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海岸线，一夜就放置也就一晃就是10年，只有饱尝受香烟一些老烟，我终于爱上这一生无人线，太值得怀念的那一年，那太值得珍惜我们之间，有些愿望希望实现在有生之年，保佑我能有天越过那片海岸线，保佑我能有个巧合我海岸线，保佑我能有个巧合我们再遇见，保佑我到最后还能认得他的脸，请你保佑美好的，你是你自己的作品。
实不要你们不快乐。再一次给他尖叫声。In the middle， 在我的专辑里面，真的是每一张都有他，包括最新的专辑里面，每一首歌的吉他都是他。马来西亚，他已经是马来西亚籍的人了，哈，对不对 ？Right， Malaysian， right？ Jamie Wilson。非常像是国宝级的贝斯手了，各位，没有他怎么像开演唱会呢？尖叫声给阿娃。
从我第一场的那个音乐会，他就帮我打了，对不对？是用打了吗？对不对？鼓手没有 Charles。有点像奶共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头转一转，转到你们后面去，那个。做了我几张唱片，名字 May I Love You Listen to me 凌晨三点钟快乐，今天的音控老师周顺成，我的制作人，减肥成功，可是有一个人减肥还没有成功。 Last but not leastWe have you 你出家了，可以摸一下吗？你们想摸吗？我帮你们摸。奶奶奶狗，音乐总监奶狗。